唐三藏他们师徒几个摆平了杨戬的事之后，又继续上路了。唐三藏在路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而这个梦和唐三藏的身世有着莫大的关联。你们三个为什么看着为师笑啊？我们在等你睡醒啊，师傅。是师傅，你刚才呀、一边睡一边抿着嘴笑，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啊？是啊是啊，是不是啊？不错，刚才为师的确做了一个梦。为师在梦中看到一个婴儿在木盆之中，然后被人放在河中漂流，河水很急。咦，师傅，你每次做梦都很灵的，那个婴儿是不是有危险啊？师傅，那你看到这种事怎么还笑啊？为师还没说完，就在那个时候神机出现了。那个木盆被一朵大莲花把它拖住，还逆流而上。那个小鬼挺不简单呢，才这么一点大就有这么高的法力了。为师从来不懂任何法术，这只不过是上天庇佑为师的一种神机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那个小鬼，那个神鹰是你啊？因为梦中所见的法明和尚就是为师的师傅，他把为师救起，而婴儿所带的玉佩也和为师的这一块一模一样。师傅啊，原来你的身世这么曲折，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你的爹娘呢？哎呀，老沙，你也没注意听啊，师父不是说了那个婴儿被人遗弃了吗？师父怎么知道他爹娘在哪儿？那么快点帮师父找回爹娘。哦，反正我齐天大圣最会寻人了。不必了，为师自出家之后只把佛门当成一家，尘缘俗世之事不提也罢。继续上路吧。这个地方叫乌鸡国，怎么一只乌鸡都看不见？怎么搞的？切，你名字叫猪八戒，酒色财气，坑蒙拐骗，你哪样戒得了啊？啊，你别坑人啊！我说错了吧？哎，师傅，干什么？看到乌鸡了？你们看看。啊，看什么？这里以前是条河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师傅啊，你怎么会知道这里以前是条河呀？为师刚才跟你们说的故事，就是在这条清水河上发生的。师傅，原来你在番茂出生的，原来这里是案发地点呐、那你不是就地重游？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观音菩萨没叫师傅来取西经的话，师傅也不会来到乌鸡国。冥冥中的安排了师傅就地重游的话，一定会有不寻常的事。你什么？冥冥中呢就快天黑了，冥冥中呢我肚子饿了，冥冥中呢我看见远方有一间禅院，冥冥中呢老天一定是要我们去那间禅院投宿吃饭。肚子饿啊，去化缘呢、真是麻烦。冥冥中呢我是比较麻烦。那你就快走、不能，你相貌有异于常人，为师恐怕你会吓到这里的人，还是让为师去吧。师父，可是你做不惯这种事啊，我怕你去了那里人家不肯施舍呀。怎么会呢？作为天下佛门是一家，他们只会协助我们，怎么会拒绝呢？你们在这里等为师吧。哦，
放心，这里有很多水的啊，把银子拿出来。拍好了，拍好了啊！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哎，站过来。哎，嘿嘿，你也来买水啊？那就拿着银子排在后边。大师，贫僧不是来买水的，是想来借宿的。借宿？哎，住持大师，他说来借宿。哎，玄奘拜见住持大师。玄奘乃是大唐东土派去天竺取经的使者，路经贵刹，看见天色已晚，想来投宿。哎，不用想了，我不让你在这投宿的，你快点走吧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我不想招呼你就不招呼你。住持方丈，佛门俗例，所有庙宇都是佛门中人落脚的地方，凡入庙者都能分到三升米。玄奘并无他求，只想借宿一宿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切，佛门中人又怎么样？看你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寒寒酸酸的，一定是那种到处骗吃骗喝的游方和尚。你想来骗我？没那么容易，快点走啊！住持方丈，哎，不必啰啰嗦嗦，叫他走。啊，是是是，哎哎，天色已晚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啊，哎哎，不送了啊，不送不送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开门。师傅，你垂头丧气的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他们没有欺负为师，他们只不过说为师是一个偷蒙拐骗、到处骗吃骗喝的游僧。啊，他们居然这样说我师傅，我要跟他们理论。武静，师傅，你还说天下佛门是一家呢，人家把你当成隔壁那家了。老沙，嗯，不用跟他们理论，撵他们就行了。哦，悟空，千万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动粗犯戒。师傅放心，不打不打不打，点化他们。我今天钱不够，住持啊，你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哎呀，没有钱就不要来买水。哎，走走走，通融什么呀？哎，回去吧，真是的。住持，住持啊，那个坏住持在哪里啊？妈，你是什么人呐？我就是金夫人。是谁在那大吵大闹啊？你就是住持是不是啊？我现在拿钱给你花，把钱塞到你的口袋里啊。哼，悟空啊，我看还是别这样。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教训他们了。那你们听着啊，我家大老爷用重金买了两只灵兽，你帮我用水养着它，接着一连三天给我做场最超级的法事，然后呢把它放生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噼里啪啦的说什么呀，我们非要给你做啊？哼，哎呀，一千两够不够啊？不够我再加。一千两。快快快点帮我把人赶走。是是是，这个月我只伺候金夫人一个。是是是是，啊，方圆三十里只有我宝林禅院这口水井有水供应，你们能找到这儿来真是英明啊。那当然了，要不是我家老爷，你能赚这么多银子让你的口袋胀鼓鼓的？善哉善哉。听清楚了，给我每隔半个时辰把这两只灵兽换一次清水。啊，夫人呢？每隔半个时辰换一次水，我的水很珍贵的。能比我两只灵兽珍贵啊？哈，一条是千年鱼，一条是万年龟呀！喂喂喂，你有没有夸大其词啊？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呀？是的，出家人当然没听过了。我这两只灵兽价值不菲啊，算起来要10000两的。啊，10000两？那就说，如果弄死了，我问你啊，你赔不赔得起？赔不赔得起呀？赔不起，赔不起，赔不起。娘，你们给我听着，每隔半个时辰换一次水。啊，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干了，肚子饿了，快点拿饭来！快点，快点！金夫人呐，你的家庭胃口可真不小啊！自从进了我的禅院，就没停过嘴啊！那当然了，他们出了名的胃口大，就是因为他们胃口太大，害得他们的爹娘啊，搞得倾家荡产，要悬梁自尽呢。后来我就收留了他们。是啊，那他们要在我这住3天，那我的米饭岂不是？你是不是心痛啊？那我再给你加点银两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员外。阿弥陀佛。员外你，我们老爷呢，他诚心向佛，所以开口闭口的阿弥陀佛。罪过，罪过。哎呀，员外，我觉得你有点面善。不面善，不面善，把
凡是拜佛的人的面貌呢，都是一脸佛像的，相由心生嘛。不错不错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哦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哦，我像什么？啊，这个仔细看看，夫人有点像是猴形入格呀。猴形入格？你真是会开玩笑，真会开玩笑。咦，喂，哎呦！哈哈，夫人，你真是有眼光啊！我这全部都是上等的瓷器，很珍贵的。珍贵呀！是是是，差劲儿、啊啊！夫人，这件差劲儿、啊，夫人，这件更差劲、啊啊。夫人，你为什么打烂我的瓷器？很贵的。我还以为你们宝林寺呢很高尚，谁知道全部的摆设呢全都是二流货色，差劲的要命啊！你给我听着啊，我打烂一样呢，就买一样比它贵十倍的送给你；打烂的越多呢，就赔的越多。送钱给你花，塞钱进你口袋，一千两高不高啊？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谢谢夫人。喂，你们给我听着。把禅院所有没打烂的瓷器全都打烂，全都打烂，使点劲儿，放着放着放着，哎呀放着放着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呀！那是大惊小怪的，外面井水呀快打干了啊！嘿，这还得了？哎呀，那糟了，没有水了！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没有水了，每半个时辰换一次水，换这么多次，这个井当然被抽干了。啊，哎呀！哎呀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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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这口井就快完了。哎，惨的是你不是我，要是没办法帮这两只灵兽换水，你就要赔我10000两黄金呢。夫人大人，我们小本经营，卖水为生，哪有10000两这么多呀？没水你凭什么养鱼啊？如果没钱赔给我的话呢，我就报官封了你的禅院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悟空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师傅？大师兄，哎呀，这只乌龟会说话。是啊，我们泡水泡的皮都皱了，要不要下来洗洗？挺过瘾的。我还没，怎么这样？我还没玩够，你们俩就拆穿我。要你的头啊！我们是神仙呀！这怎么回事？方丈，我们的黄金变成石头了！是是是，惨了惨了惨了，全完了！哎呀，黄金没了，还把我的瓷器全打烂了，还吃了我这么多的斋菜，你们真是……还粮食没浪费，被我的猴子猴孙吃光了，回来。看清楚他是谁！哼，师傅，你有我，你呀、啊，我师傅和颜悦色的来投诉化缘，你居然赶他走，你真是大胆！你呢？我不知道这位大师是几位的师尊，我再次向你赔罪，请不要见怪，请不要见怪啊！悟空啊，既然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师傅，他不止犯了一条罪。他侮辱我这么尊贵的师傅呢，已经很不对了。他居然还在这里靠卖水来榨取金钱呢，你说该不该罚？老沙，告诉他犯了什么错。哦，这个大师啊，我们身为出家人，应与人方便。你不但不与人方便，还卖水赚钱，这是你不对的。说的是啊，我不教训你们，怎么能天地良心呢？高抬贵手，其实我这么做也是逼无奈啊。这种话你居然也说得出口，为什么不说有人拿着刀逼你去抢劫啊？就是啊，其实贫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不对，但是我真的是逼于无奈啊。我们乌鸡国本来有条清水河，全国百姓全靠这条河灌溉和饮用啊，谁知道新国王陈光蕊登基之后突然下令要把河填平，害得全国民不聊生。幸好我宝林禅院还有一口水井，但是一口水井怎么能供全国人民饮用和灌溉呢？所以我才逼于无奈，出此下策，决定卖水为生啊！你别以为我们好骗就骗我们呢！经过几位大师的教训，我已经决定痛改前非了。但是杯水车薪，一口井怎么能供全国人灌溉和饮用呢？那倒是，求求几位大仙帮帮忙吧！是啊，悟空，如果没有水，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呢？我看你就想个办法帮帮他们吧。
维护世界和平，拯救世人，乃是我天蓬元帅师兄的职责。师兄交给你了。嗯，放心吧，全都包在我的身上。嗯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师傅，这么晚还不睡？是，为师在这里替乌鸡国的国民诵念心经，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把问题迎刃而解。师傅，有我悟空在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我去跟乌鸡国王说清楚，然后呢，我……悟空，你千万不可以动粗，千万不可以伤人呢。行了，师傅，最重要的是彬彬有礼，彬彬有礼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最在行了，画他，画他。你可以放心去睡了。为师还不可以睡，还要多念一会儿经。师父，别念太晚啊。嗯，明儿见。明天见。乃是大唐人士陈光蕊。施主，陈光蕊乃是乌鸡国的国王，你不要骗我这个出家人了。大师，你有所不知，当今乌鸡国的国王根本就不是陈光蕊，他是一只妖精，是他害死了小人。真有此事？此事千真万确。小人遇害20多年，一直无处伸冤，直到今天在井底听到大师带着3个徒弟前来教训方丈，又得知大师的大弟子法力高强，四处斩妖除魔，小人才会斗胆来求大师主持公道。敢问施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。小人本来是大唐一个苦读书生，经过了10年的寒窗苦读，终于让我高中状元，总算是光宗耀祖，出人头地。喜事接踵而来，就在我衣锦还乡之时，我结识了丞相的千金满堂娇。我有幸得到小姐的垂青，被招为乘龙快婿，大小登科一块儿来，人生得意，真是莫过于此。没多久，皇上就委以重任，派我出使乌鸡国。我带着娘子一块儿上路，在途中，他告诉我已经有了身孕。上天对我陈光蕊实在不薄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一场大祸已经近在眼前了。不买也看看啊！不买也看看啊！我们这里的海鲜呢，比龙宫的虾兵虾将还要新鲜呢！哎，是啊，特别是这条金鲤鱼啊，你看看，活蹦乱跳的，哎呀，简直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啊！啊，用来蒸、炒、炖、煮，怎么都行啊！啊，还有啊，如果炖了吃的话，补中益气啊，百病可除，就像啊吃条龙那么好啊！这条金鲤鱼多少钱呢？是啊，你说值多少钱呢？10两银子够不够啊？10两，12两，12两，我出15两，15两，我出50两。哎呀，50两是不是太贵了？这个50两，我买给我娘子补身的。哇！好，就卖给你。娘子，我们启程了。买了那条金鲤鱼之后，我和娘子就准备渡河去乌鸡国了。娘子，今天晚上我就把这条鲤鱼杀了炖汤给你喝。咦，相公，你看这条鱼怎么好像在眨眼睛？
听说会眨眼的鱼蛇并非等闲之物，这条金鲤鱼会眨眼睛，莫非这怎么办啊，相公？啊，不如把它放生吧，为我们的孩儿积福。他问我们有没有船舵，还很热心地说要送我们一程。原来卖鱼贩是妖精的化身，他一直不怀好意，上了船就露出了原来的真面目。他垂涎娘子的美色，又不瞒我把金鲤鱼放了，所以把我活活打死，最后还把我推下河。接着就抢走我娘子还有官印。后来这只妖精冒认我出使无极国，他还用了妖术令皇上让位给他。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现在乌鸡国的国王陈光蕊乃是妖精的化身。但是刚才你所说你的尸首被弃河中，为何你的魂魄会留在井底呢？所谓善有善报，原来当日小人所放生的金鲤鱼是清水河的龙王，他感恩图报，向城隍土地把我的魂魄领回去，以免堕入地狱，又将小人的尸首藏于井底，小人才有机会等到今天。大师，你一定要为小人洗雪沉冤呢。哪来这么浓的妖气啊，师父？啊，师父，施主，施主，好你个死鬼，居然敢吓我齐天大圣的师父，找挨揍啊。悟空啊，你怎么这么鲁莽，不问清楚就把人家的魂魄给打散了？师父，孤魂野鬼人见人打，你心疼个什么劲儿？刚才你所见的并非恶鬼，是一个冤鬼，他就是陈光蕊呀。啊，乌鸡国的国王已经死了，还化为冤鬼？不错，陈光蕊他被妖精害死之后，那只妖精还冒充他的身份做了乌鸡国的国王。刚才他来就是要为师替他洗雪沉冤。师父，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相信他，也许他骗你呢。为师听得出他所言非虚，他还说他的尸首现在就放在井底，只要你到井底一看便会明白。真的？陈光蕊坚信你的法力高强，可以帮他捉妖伸冤，谁知道你不但不帮人，还把人家的魂魄打散，罪过罪过。嘿，算你识货，知道找我帮忙。不过师父，像抬死尸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跟我来做呢？八戒，开饭！哎呀，不是开饭呐，我们去寻宝吧，井底有宝藏啊！你看我半夜想骗我，有宝藏你早就去了，还回来找我们，一定没好事，不上当了。啊，你个死肥猪！换个方式。有人说，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。骗人的，要我说，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呀！哎呀，你怎么吟得这么难听啊？这两句是我的精彩名句嘛，别破坏我形象啊！喂，不是我，我是听到井底那个女孩子一直在吟这两句诗，真的很可怜呐。你也知道井底的水多凉啊，只穿了一件透明轻纱肚兜，这当然啊，不早说，解决。还说水中有美女，你是不是骗我的？
你得仔细到处找找。这样子吗？到井底去，一定会看到。你怎么不说到了井底让我当玉皇大帝呀？老是耍我不理你。喂，不是老朱，老朱。哇，穿透明肚兜的美女又出来了。八戒，八戒，你穿透明肚兜啊？不是啊，这次是真的。你听我说啊，来来来，你先来看看嘛。如果没有怎么办？如果没有，我把头砍下来让你做。你头有什么好做的？这么多毛。不会了了，这样好了，你最喜欢的，你当大师兄，我当师弟，全听你的。你说的别后悔啊。哎，不会骗你的。成了没？喂，老朱，老朱，饼中的挚爱月饼，哈哈，成了没？我来啦！哎，水晶宫不是广寒宫吗？不管了，是宫我就进。嫦娥妹啊，嫦娥妹，开门，是我天蓬啊，我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月饼，还有菊花。开门啊，嫦娥妹，嫦娥妹，何以闭门不纳呢？事有可疑，带我闯进去一看究竟。哎呀，哎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小鬼，别把我的嫦娥妹藏起来！我哪有藏你的嫦娥妹？这里就这么大，你全看见了。我明明看见她在这里的，不是你藏的，是谁藏的？你自己随便找好了。如果水晶宫能藏一个人，我也挺开心的。我会找的。嫦娥妹，嫦娥妹，嫦娥妹。这里一定有机关。这个是什么？不不不不，你不可以打开，里面是死尸啊！死尸？你骗谁呀、啊？在家里放具死尸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，你不可以惊动仙人的。你再阻拦我，我就把你打成仙人！滚！呀！百无禁忌，不要见怪，百无禁忌，不要见怪，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搞什么鬼？真的在家里放具死尸？我的嫦娥妹呢？你要找嫦娥，应该去广寒宫吗？怎么会到水晶宫来找呢？你是不是被人戏弄了？喂，怎么样，老朱，找到尸首没有？死猴子，你怎么知道有尸首啊？别说这么多了，你先让开，让我看清楚。师傅，师傅，是不是他？就是他。喂，老朱，快把他背上来啊！哦，死猴子真的在耍我。要不这样好了，你把他背上来呢，我画个玄光镜让你看看嫦娥妹。你别指望我会背他上来。那师傅，这家伙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不能啊，这位施主非常需要我的帮忙。你就当行善积福，把他尸首背上。听到没有？快点上来！大师兄啊，这种搬搬抬抬的工作，你应该叫我做，不用麻烦二师兄了。什么都叫你做，他不是太舒服了？哎，快来帮忙啊！快点，快快！二师兄啊，二师兄，你这死猴子真是过分啊！叫我去背条咸鱼上来，你喜欢吃咸鱼自己去晒。要吃咸鱼就得不怕渴，谁叫你看到大姑娘就不顾一切，这样对你已经客气了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骗我，我会下去吗？啊，二兄啊，不要找了，不要找了。这位是谁呀、啊？这位哦，清水河龙王拜见圣僧大圣爷。哎，龙王，你就是把陈光蕊的尸首藏于井底的清水河龙王？是啊，圣僧，我想请问，我恩公的魂魄是不是来这里找过你们呀、啊？正是，他希望贫僧替他伸冤啊。那太好了。不枉我一直照顾我恩公的尸首和魂魄，如果他可以复生的话，就可以指证犀牛精的罪行，到时候他就可以报仇了。
那也太好了，找对人了。我师兄起死回生的本事是最拿手了，找他吧，他行的。你叫我做，我偏不做。师傅，你念紧箍咒吧，你念他什么都做了。你现在是公报私仇啊你！啊，你真是聪明，我摆明公报私仇了，怎么样啊？师傅，快点快，这样念。不能，师傅啊，我不是不帮。但是在陈光蕊的身份没查清楚之前呢，我不会贸贸然出手的。万一救了个坏人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大圣爷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恩公呢真的是个好人，只是他被犀牛精所害，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希望你们出手相助。如果陈光蕊是个好人，为什么会被犀牛精所害呢？再说你这么好心帮他，一定有古怪。大圣爷，你误会了。说来话长，其实我是东海龙王四太子，可是得不到父王的宠爱，所以他才贬我到清水河来当清水河的龙王。话说四太子被贬去清水河之后，真是祸不单行，遇到了一只犀牛精，要去霸占他的领土，还把他的虾兵蟹将打得稀里哗啦落花流水呢。想上岸救回他的部下，哈，谁知道中了犀牛精的诡计。原来啊，他一上岸法力就大减呐。犀牛精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快死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。犀牛精啊，实在阴险，他不但把四太子打回原形，还把他当成海鲜带到了菜市场，论斤两这样卖给别人，要他死无全尸啊。哎，四太子想到自己是堂堂的清水河龙王，就快被人炖了补身，真是悲从中来啊。所以他就不断的眨眼睛，希望有人发现他是有灵性的。不过幸好终于被陈光蕊夫妇买回去了，还把他带到了河边放生了，这样他才逃出升天。于是在四太子的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个恩人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可是这件事被犀牛精看到了，于是就麻烦大了。没多久，四太子在龙宫竟然见到了他的恩人，原来他被犀牛精害死了。四太子唯有用定颜珠定住陈光蕊的尸身，使他不会腐烂，希望将来有法力高深的人能够把他起死回生。而另一方面，犀牛精竟然冒认陈光蕊出使乌鸡国，还施展法力把乌鸡国国王也害死了，自己当上国王了。这个犀牛精作恶多端，为了避免留下后患，于是把清水河填平了，还要把四太子赶尽杀绝呢。犀牛精，你想把我赶走可以，为什么要把清水河填平？你知不知道乌鸡国的人民要靠清水河生活的？这件事不用你管。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你再多管闲事，我就让你永远当犀牛精，别想再回龙宫，世世代代做我的奴隶。四太子受尽凌辱，但是他又打不过犀牛精，只好带着陈光蕊的尸体躲到井底去了。我守着恩公的尸首，一守守了二十几年，直到圣僧你们出现。其实我的恩公真的死得很惨，那只可恶的犀牛精不但杀死了恩公，还抢了他的娘子和腹中的胎儿。我听说那个犀牛精还封他们为皇后和太子，一家三口享尽荣华富贵。可怜我恩公，他一无所有，运筹未报。圣僧，大圣爷，求求你们帮帮我恩公，一定要帮他洗雪沉冤。施主请起。小厮，你先起来。你这人倒是蛮讲义气的，
师兄，这不是讲义气，这个叫报恩呢。哎，你那个地方已经够小的了，还要藏一条咸鱼，一藏藏二十几年，一定又咸又臭。我真是佩服你啊。都说好心有好报，陈光蕊的心地这么好，为什么有这么惨的遭遇啊？阿弥陀佛，悟净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劫数。师父，照我说的哪是劫数啊，根本就是他倒霉。如果他早点遇到我齐天大圣，哪会这么快死啊？你满后怕啊，说起来你天下无敌，其实是有心无力。只要我给他一口仙气，保证他三魂七魄全归位，绝对会走会跳又会叫，到了公堂之上一定可以指证那个犀牛精。大师兄，你快点快点给他一口气吧。哦，对啊，那便宜你了，陈光蕊。看好了，行了，大师兄，大师兄好棒啊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是，大师兄，师兄，你是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要尽全力才对啊！不可能啊，每次都成功，怎么这次不行呢？啊，悟空啊，是不是刚才你把他的魂魄打散了，所以变成这样？怎么办呢？啊，一定是。一定是打散了他的魂魄，这么可恶啊！你才可恶呢！刚才我不认识他吧？谁知道他是谁啊？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他魂魄拼好了。神经，我从来没拼过，怎么拼呢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同心是比成，我们三个师兄弟一起想办法，一定会想到的。快点，二师兄。哎，没用了。啊，残死在水中的人，一定要亲人才能召回他的魂魄，普通人是做不到的。喂，那正好，你跟他不是攀了亲了吗？你来叫一叫他不就行了吗？我怎么会是他的亲人呢？啊？悟空，所谓亲人是指陈施主的妻儿。不过可惜，陈施主的妻儿现在在妖精的身边。啊，师父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方丈不是说明天呢太子会出门狩猎，那我们就明天请太子过来救回他爹不就行了啊？就这么决定。嗯。每次有粗活总是要我干。哎，糟了，牺牲哪一块让他射呢？哎，我面容俊俏，要是花了，嫦娥便会不喜欢。老虎，哼，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大的收获。哇，居然打老虎，你胃口太大了吧？早知道便只打象让你射了。喂喂，我在这里啊，追我啊，追我啊！喂，这边，这边啊！喂，追我啊，追我，追我，追我！眼睛有毛病啊！这里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呀，搞得我喘死了，不玩了。自动现身吧。哎呀，哎，哟，驾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，你这臭小子太残忍了，你不打招呼就朝我屁股射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哈，哎呀。辛苦我屁股绕晃，要不然我小命就被他取走了。啊，不行，还是给他留点指示吧。悟空啊，太子是那个犀牛精养大的，他会不会不相信我的话呢？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放心好了，如果他真是不听你的话的话，就把我这个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年的三寸小神仙叫出来，神仙的话他不可能不相信吧。你应该了解我的，连树上的香蕉都能被我哄下来，还会自己剥了皮跳进我的嘴里，这怎么会不行呢？哎，师父，他好像进来了，你要小心的啊。大胆和尚，见到本太子还不出来迎接？贫僧拜见太子。哇，这盒子可真臭啊。不行，下次换个新点儿，坐也坐得舒服一点嘛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为什么放在庙当中也不下葬呢？他就是你的亲爹啊。放肆，我爹乃当今乌鸡国国王，你这么说不怕杀头吗？太子，你有所不知，当今皇上乃是犀牛精所办，他杀死了你爹之后，还抢走了你和你娘，这些年来你一直都认贼作父啊。真有此事，多谢大师相告。善哉善哉。不对，不对劲儿，妖精。我没告诉你，我也是犀牛精。你知道这么多秘密，我怎么能不杀你？悟空，犀牛精居
竟然敢欺负我师父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跑！跑！哎呦，看你往哪跑！老朱老师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有脚啊？这个太子是犀牛精。哦。扁他！顶住！哟！啊！哎呦，你怎么朝我的屁股刺啊？哎呀，好！试试我的软皮金箍棒，看看你怎么动弹。二兄，我用口水帮你擦一擦。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快，我来问你啊，你怎么一副妖精相？我父王是妖精，我当然也是犀牛了。哦，也就是说你不是陈光蕊施主的儿子了？放肆！放什么肆啊？我乃是父王和西宫娘娘之子，血统优良，将来掌统乌鸡国，一统天下，千秋万代。我锤你啊，这么嚣张。那么陈光蕊施主的孩儿和娘子呢？那个野种早就不知所踪了，那个女人整天把自己困在宫中，真是有毛病。师父，你有心事啊？为师觉得陈施主真的不幸，本来今天他的魂魄能召回复生，谁知道一切成空。现在要找回亲生儿子也成问题了。为师要帮陈施主诵念心经，希望他的魂魄可以早日安息。这样也好。哎，有什么用啊？师父又不是他亲生儿子，怎么可能会复活呢？你就让师父念吧。还能怎么办呢？哎，算了。哎妈！师弟，师弟呢？这里是哪里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不像是尸变，好像是复活。复活？不可能，并没有亲人替他招魂，他怎么会复活？是啊，师父，难道师父是他亲生儿子？《西游记》下一集，为你揭开唐三藏身世之谜。金经果靠当天种，手中剑要心里种，对天对地圆我梦。龙霸照扇拨不清，念紧箍咒心情明，合指一算让起袈裟取我西经，凡间仙界比见证，烈火心血巧虔诚。